冷冷滚滚滚滚。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Old Man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玩这一款 VR 游戏啊，它叫做高温啊 ，GORN 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取这个名字。那在这个 Steam 上面是一个压倒型好评的一款，算是竞技场的格斗游戏吧？是这样格斗吗？我看到很多评论说这个游戏还蛮血腥的，到底真的假的？所以说呢，老头呢好奇的驱使之下呢，就来试玩一下这款游戏吧。啊，究竟压倒性好评的 VR 虚拟实境游戏到底能如何呢？让我们来继续看下去吧。好，那我只能这样子握拳而已，而且我的手还蛮有质感的，戴着这个皮革手套有没有？然后呢，他这边说明前进必须要按住中间这个大圆圈，然后往好像划船的那种方式。哦，刚刚老头稍微试了一下，哦，有点麻烦，哦，真的是有点麻烦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就要稍微适应一下他的按法。然后呢 ，push， 哦，不是 push， 是拉住 ，start。好，我们来玩看看，好像真的还蛮好玩的、啊，就来玩看看。哇，哇，猎弓啥？哇，这些人长怎么长这副德性，好恐怖哦！嗯，嗯，他都讲英文呢 ，battle。哇，我记得这游戏不是有中文吗？怎么现在都是英文？哎、欸，举起来！呀，举起来！阿林，哎呦，哇，就这样子开始了 ！Oh my god！来啊，单挑啊，单挑啊！我操！挡！我！哎呦，回到了、哦！那我操！哎，为什么打不到他？为什么打不到他？我、哦、靠！我一直被打！哎，我要死了！哇！等一下，这个到底怎么玩？我死掉了！哇，莫名其妙开始嘞！我要选这一把！我靠，有点重！啊！哦，伸长！哦呦呀！哎、欸，屌哦！这把我也喜欢，但是有点重，需要双手才可以拿。哎、欸，好玩呢！哎、欸，大哥，我、哦、要抓这个啦！举起来，开干了！哇哦！哇哦！软趴趴！冷冷滚滚滚滚滚滚，我是橡胶枪吧？滚！我的滚滚，这到底玩什么啊？滚滚滚，过来啊！滚滚滚滚，哎呦，还真的蛮血腥的说。刚刚老头呢有稍微跳出去桌面看一下这个游戏的内容哦，发现呢他原来没有中文，是老头会错意了啊，所以说呢老头呢用英文玩其实也没差，这个游戏应该不难啊，看谁才是强者。哦，哎呦，没回到，那过来啊，哦，哦这，那，哦这，哦这，哦，嘿嘿嘿，打脚，哦哦，打断你的脚。哦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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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！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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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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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是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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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是哦，差点扯到我绳子。嗯，靠过你。哎，他死了，他是死了。哎呦呀，夭寿哦！差几条。哎，我赢了 ，Victory。Yes。啊，我要怎么下一局？啊，我们赚到了钱钱。打完之后就离开这样子，哦，这一个超级竞技场，猪屎斗，然后我走路我一定要这个样子就对了。拉，哦，大概懂了，这个才是我们主要的关卡、啊。哇，可以选武器耶！哇，搞那么久，可以来试一下，你可以弄什么武器？哇，好好玩哦，这个游戏不错哎。哇，各种道具 ，Oh my god！ 我现在只能用这个是不是？哇哇耶啊！
Linky 软趴趴，哦呦喂呀、啊！橡胶枪，橡胶枪，按照拍照，管你的，为什么我眼睛闭起来了？我都不相信，再一次 ，Bash Tyson。拜托，星爆气流斩你没看过是不是？星爆气流斩没看过是不是？我要死了！我要死了！我武器又掉下来了，危险！危险！干什么东西？干什么东西？哎呀，别过来哦！我很凶的哦！林北，林北可是很凶的，我一直按照照片在干嘛？干！Kissy，Kissy，Kissy， 我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换手？我在那照相。我，嗯，我丢过去。我，哇，我被回到了，完了，我要死了。干，实在太危险了！我、干什么？我要死了！哦，我死了！这游戏也太难了吧！啦，阿力金，阿力啦，阿力金，为什么又掉了？干什么？生气哦！我会生气气哦！我告诉你，我可是很强悍的，你们休想给我过来！我在干嘛？我还没有敌人会从后面嘛，那我们就这样就好了。个进步，个进步，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！我也不要前进了，我等他们来就好了。我生气了、哦。噔噔噔噔，嘿！噔噔噔噔噔。噔噔，爆头哥！噔噔噔噔噔噔，哇！没发现，敲死你，敲死你，敲掉你的武器，敲掉你的武器！哦！哎呦喂，哎呦喂，凶残，凶残哦！嗯，嘿嘿嘿嘿。嗯，干什么东西？哇，你干什么东西？哦，一定要爆头我才甘愿就对了。等你们来，干什么？我也不前进了啦，我就在这边挥就好了。来啊，干什么东西？还看？哎呦，你居然没死！他挂掉了，哇，武器掉了。哦，哦，危险危险！哎，我赢了。Yeah， 我赢了，好乱了、哦，喂，啊，哦，原来这就是胜利的，可是胜利的感觉，好喘啊！可是为什么我还是整用这把武器？好吧，老头个人是觉得这款游戏真的还不错玩啊，难怪压倒性好评，打金卡真的不错，有种很舒压的感觉。但是呢，这个房间场地必须要很大，不然的话，像我刚刚一直不断挥到东西，我不知道摇杆坏掉了没，还是我的萤幕爆了，我都不知道。好，所以说啊，还是要小心一点。那么呢，你们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呢，记得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或下方留言啊，或是把影片分享出去给各位亲朋好友观看，好不好？老头呢，应该会继续玩这款游戏吧，因为那么多武器可以解锁。但是还是有点搞不出所以然，所以说呢，下一集老头应该就可以知道了啦，因为老头会去查一下攻略，好吧？那我们下一集有机会再见面吧，拜拜，拜。